来看看纽约的时装周，台艺的设计师吴继刚也用蛇妆来跟大家拜年。这也是吴继刚在被蜜雪儿钦点之后第一次在纽约的时装周上的个人秀，整个美国时装界都在看这位第一夫人蜜雪儿所力捧的华人设计师。蛇年，吴继刚以蛇衣跟大家拜年。纽约时装周正在发表2013年秋冬新装，吴继刚打头阵，水蛇般的小礼服表达他的华裔背景。Water snake was mixed with printed water snake so that you couldn't disce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real skin and the chiffon. 此刻的纽约虽然大雪纷飞，冷得半死，但挡不住纽约时尚界的专家跟媒体挤进吴继刚的场子。包括 Vogue 的总编辑都要亲自瞧瞧这位美国第一夫人力捧的大明星，他到底行不行？ The fashion press are really going to be looking to see has he really got it? Is it a fluke or is Mrs. Obama right in saying that he is one of the biggest names in American fashion? 面对残忍的纽约时尚界，吴继刚的人气说明了一切。名模抢着穿他的衣服，彩妆大品牌也跟他合作。吴继刚说，他这一季的新风格是美妙与奢华，就是女人喜欢的那种品味。但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大家都知道，就是第一夫人蜜雪儿喜欢的那种风格。中央新闻庄宏报道。